北天灯节祈福天灯，天佑台湾，台南加油。平溪天灯节首场活动，今年天灯节主题以纯手绘插画风格搭配纸印画，创造出天灯温暖幸福的意象，为此次赈灾民众祈福天佑台湾。我们家离围观大楼很近，然后就不到100公尺，对，然后震的那一天其实大家都很害怕。吴小姐一家特地来平溪点灯，为家乡台南的受灾户祈福。新北市政府特别制作祈福台湾天灯，由64岁国宝级湖明树师傅特别赶工制作。这个有多大哈？2.5公尺。2.5公尺。希望全台湾民众都能为台南赈灾一同祈福，祈求伤害能降到最低，一起为台南加油，天佑台湾。